矮石。哇，这位小姐姐是先用直接包尿布的方式倒着来，头有点大，可能她射出来头就很大。哦，感觉都很厉害哦，都有机会哦。对对对对，哇，完成了！哇，拍手！有练过哦，这么快，你也厉害。对，完美，比刚刚上组还好。好，那就我们恭喜左边的佩蓉获胜。那我们拍张照，你是可以帮我拍。